咱是哪个村的？商年的。那贵姓啊？你非得我一句我一句。我一句他过一句能闹。说我的说的啊。啊，说你就行。姓李。啊，咱去年什么时间使的巧克力啊？去年刮棚果的时候使的巧克力。使了去年使了几遍巧克力啊？使了三遍。都是感觉怎么样？就是从哪方面看出？感觉它棚果呗。棚果快，棚果快，样子也是都样子刚有筋的，有有筋，嗯，挂多的，挂多的还多。你看这个挂多的，你看这挂多的。哎呀，这是假丝啊，都是丝啊。你们那这挂多的做这么多吗？这是用第二遍了，已经第二遍，就是没用以前什么效果，就是这个挂秧，看出用了几天看出效果来的。五六天呗，看着效果。五六天，现在是第二次冲了，刚冲了几天？两个冲的，冲两天的。25号冲的呗，就是。嗯。嗯，像这样的话，它多长时间能卖瓜？多长时间卖瓜？咋着还得一个时间半月？还得一个10天。啊。这个得围着45天吧。像还得冲一遍肥吧？还冲一遍呗。冲一遍。我别的啥肥没使过，都光吃巧克力。就光吃巧克力。去那个。就感觉就比大化肥比其他肥料效果好是吧？它这个土松很。土松啊。土松很。你看。咱是冲的还是滴灌的？冲这个都搁那啥灌的。撒子里边冲浇的水。浇水。这是。这样像这样，你看这现在长势，二茬瓜，怎么样？接二茬瓜的话，这不是先打了，二茬。哦，这是二茬。那也不小了。这个到这儿都三茬了，是不是？都粘上了，这不都粘上了？三茬也都粘上了。每一茬都粘上了。看来现在就是冲了这肥以后做果，还可以是吧？可以，比去年做的多，去年买这么多是不？那就行。你拿这么多。反正去年也是全市的来着。去年是这个后半时间就来，去年你没来，这不是？去年是人生新。去年我来的，去年我来的比较晚一点。去年使的晚一点，今年一开始能使。两百盆能捧。就是咱做底的时候，做底的时候使过巧克力吗？没有。就是苗的时候一直没掺其他肥，就是一直苗的巧克力。就是出现这个秧子很好，就是去年你卖的就是像这个瓜什么的，口感怎么样？甜，口感。就是一般到市场上，经销商喜欢要咱冲巧克力的瓜吗？我们这个批别的多买个3-4毛钱。那就行，只要是使用咱巧克力产生效益了，就很好。